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3最佳综艺节目最后十强火热出炉。鲜花和掌声都很重要，但你的一票真的不可以少的。有你们背后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鼓舞。21年能够带这么多欢乐给大家是我的荣幸。有你的注视，我就不会放弃，继续做好每个作品。快点 scan QR code 投选你心水的节目，支持台前幕后的努力。1月7日截止。